来看一下说断联后的他，或者是你们现在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或者是刚吵架然后断联，你可以去测他未来的状态。断联后呢，你跟他之间断联之后，那他过的一切的状态会过得比跟你没有断联的时候好吗？那他目前对于你人生中有期待吗？好，就是跟你之间会想要重新的复联啊，或者是曾经曾，或者是他断联之后他会想要跟你复联吗？他对你会有期待度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卡哦。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段感情散去之后，你有没有让他值得怀念的吧？然后甚至于他有没有想要跟你再续前缘？那你也可以关系中的人可以预测一下，如果我断联了，他会怎样？会后悔吗？还有就是类似这样的状态。但我们是以这一次是比较以期待度，他就是断联之后，他会不会对你的情愫还是存在哦？好，那相信跟你聊雨的心，喜欢我记得订阅起来，然后并且给我个赞。那我们揭牌喽，我们来看一下呢，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呢，他就是离开你之后呢，他过得如何？那因为这是天使啊，所以我就说了，天使牌卡我们都要去做一个设定，然后这样子才有办法啊。Sorry， 去问那一种 yes or no。那我们来，请大天使告诉我，那我们就设定说，请问他离开你之后，他过得有比跟你在一起好吗？好，然后再来我们去看说，就是他离开你之后，他是不是一直想念着你，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忘怀你，对于你还是有期待，重新可以连结哦。那我们来预测一下，然后甚至就来看一下，来，他离开你之后呢，他对于你有所期待吗？然后呢，甚至跟你的关系有想要重新再来吗？然后无法忘怀你，答案就直接 yes 了。欸，这个是自己翻牌的，你看我抽成这样，虽然抽得很乱，可是代表我们这个牌是真心诚意的，好不好？真心诚意的没有说。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牌卡呢就是一个 yes， 为什么呢？而且他离开了你之后呢，他会一直去询问那一些他的信仰，来说拜托求你回来啊，然后冥想啊，你会回来。所以确实哦，他离开你了以后呢，他会一直去思考你要不要回来。那离开你之后他过得好吗？他一直在祈求神灵，然后一直寻求别人帮助你，觉得他怎么会过得好。他就是离开你之后他过得不好，他去寻求很多人来帮助他，然后来疗愈他，然后甚至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才有办法过得比较好。甚至他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爱情，其实他就是爱你，所以他反而失去了你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这么的爱你哦，好，这么的爱你。可是什么时候才有可能会意识到？要从现在开始算起这一年哦。所以这一个人确实在短期之内，他没有办法意识到他对你是爱情，他甚至就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一直去寻找别人，然后来咨询于你，然后甚至冥想自己要的是什么，跟祈求你回来哦。好，所以他确实跟你断联了之后呢，他过得好吗？他过得虽然也许他一副好像混在朋友圈里面，可是他内心程度，他对于你是爱情哦。从现在开始之，现在算起来一年后，你们两个人才会迎接一个好的时光，甚至于相对于这种情况下，你们的那个美好的状态才会出现哦。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no 牌？所以就是也是要告诉你，他把他 yes 放在一开始，可能就怕你们关视频哦。没有，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no 嘛。所以就我也有说嘛，在短期间内，在一年内，他还不会，他就是需要。你也可以说他去经历了很多人的经历，遇到了挫折，所以那些都是帮助他修功课的人，他才会去意识到你才是他最爱的人哦，好不好？那他透过冥想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觉得你跟他之间你是他的功课，所以他都必须要去透过别人来告诉他你有多重要，去透过别人来告诉他你是他人生中的爱情，所以宇宙要你，难怪他说时间还没到，你要等待，等一年之后你们两个人最好的时光会出现，会有一个讯号来告诉你。甚至呢，有一些人这边我看到他是说随你便，也就是代表某种程度说，如果你要联系这一个人的话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一边看起来呢，你们在三个礼拜左右，就是有一个机会他会有想要来找你的欲望，而这比较像是看你，也就代表你有办法透过社群去
态，你对他的想念吗？因为会有一个信号会来告诉你，这一个人呢，他在离开你之后，他确实对你们关系还是有期待的，而且是摆在第一个。只不过说他现在找不到方法，所以他一直要寻求别人的方法来跟你做一个连接，甚至于呢，他透过于冥想跟信仰去做求渡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他现在呢，正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来找与你哦，所以他也在等那个宇宙的信号，就是那一个雷一劈之后，打破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迷雾，然后最后面呢，他快则3个礼拜会来找你，慢则就是要一年了。宇宙说你只要等待，你什么都不用干，那你唯一要干的就是。你要如何的让他感觉到你已经施出善意了，这是比较重要的哦。那确实离开你之后他过得不好，可是他蛮快就来找你。那3个礼拜通常都是你短时间内马上吵架的人比较有机会。那你们如果已经分手断联，可能一年两年，那可能要等一年哦，好不好？所以这就是给你们的牌卡，喜欢我牌卡就给我的赞助。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记得留言加订阅才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哦。那当然啦，如果你已经使用了，又想要获得免费的占卜，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相都会提前在指定日就已经做一个贴文的发布。然后你们只要等到时间到呢，就是等待限时动态，然后就可以领取免费的文字的占卜哦。如果将天天更新已经疗愈你的心，然后还有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了，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话，记得小额的赞助，然后会员频道，然后可以抢先看到新的影片哦。那如果想要学占卜术一样啊，都在会员频道里哦。那会员频道的会员呢，要用电脑的网页版才有办法加入哦。那手机的模式只能看，它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加入的动作哦。那我们明天见哦。我们看一下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如果他就是真的离开了以后呢，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他会过得如何呢？会不会就是还是很纠结啊？还是说他的某种情况之下，还要是过得好不好啊？期待跟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还蛮喜欢这个牌卡，我很喜欢那种暗黑系。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要面对暗黑，我们才可以找到那个曙光。而且我觉得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去历经各种的挑战，你才不枉你身为人哦。因为身为动物，正常的动物他们就是吃喝拉撒睡，就比较难哦。像人类啊，会有很多的趣味跟很多的体验去做，所以人之所以痛苦，来自于你是来磨难的，你又不是来享受的，好不好？像我就说，我下辈子我要投胎当熊猫，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天吃竹子，然后吃窝窝头，又有人养，多开心。好，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离开你以后，因为我们是设定离开你以后，他的日子过得怎样，就不好啊。他的日子就过得不好啊，他没有你以后呢，有没有？他失去了一种我们说的这个是。我觉得他失去了语言能力哦，我觉得这一个人他会很难过，他没有办法兑现跟你之间的承诺，然后甚至于他会耿耿于怀了。那这一段关系也确实，他就会觉得就是失败。其实他是想跟你人生去做一个成功的，可是没有办法，他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哦，而且失去了平衡。我们说他的人生过得如何，我这边看到还有欺骗呢。喂，他这个怎么那么像报应啊，好不好？他某种程度他会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这段关系耶，甚至你离开以后他非常的伤心。我就说了，从前面的凯卡就说，我觉得他不能离开你耶，他如果真的这多的，他真的离开你以后，他会觉得他的人生非常的失败，而且他会很难过很难过。然后这个是圣杯五逆位哦，怎么办？他会活在痛苦里面，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爱你，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说跟你之间呢结束了之后，他人生中他就一直尝试无限的失败。那我就是不知道说他是辜负你还怎样，就代表他离开你之后他不可能过得更好，即使他跟一个人新的连结的话，他是不断的想你。
而且他想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为什么？我觉得你在他的心中刺了三把剑，虽然呢没有看到什么爱意满满啊，非你不可的爱情，可是我这边看到了某种程度，他在你的身上获得了失败，他对他关于他自己没有办法兑现跟你之间的承诺，他是自责的，他是难受的，甚至有一点点我们说的，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失败，也就是代表说他离开了你，他没有跟你之间有一个完好的结果，他似乎好像非常的自责。那我就不知道说他对你做了什么，甚至于他离开了之后，他会遇到人生的一些诈骗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也不知道说他干了什么事情，然后宇宙要给他那一种惩罚，是他将会遇到一场诈骗，一场欺骗哦。所以离开你呢，不会是他最好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说他过得如何，他就过得不好啊，而且他都会一直回想跟你之间的点点滴滴，然后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哦，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哦，甚至他的人生就会失衡了。因为我觉得他原本想要把你放在他人生中的一个完善的位置哦，可是确实有一些的考量，如果你们真的离开的话，他也无能为力哦，他的人生就只剩下悲伤，代表他被所有的不愉快跟悲伤的事情所包围，他会一直想你，他也别无选择，他没有办法离开你哦，他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希望哦，他当然是希望他想康复，可是他非常的痛苦，而且他非常的忍受痛苦哦，他甚至有一种我们说的，他不论再怎么积极，他的情感上的打击还是非常的痛苦，你跟他之间的离开对他而言呢，他没有办法拒绝，他只能心碎，而且他非常非常孤单哦。他的一颗心呢，就悬在半空中，然后被三把剑给插住了，而且插住的还是心脏的两侧跟中央，这些剑穿得非常非常的深哦。相对于之下呢，也代表是非常的悲伤哦。他觉得呢，他的心都碎了，甚至他的生活中也会发生很多引起悲伤的事情哦。那不论如何，我们说心脏代表的是一种情感跟美丽跟爱的象征嘛。那他被刺穿了以后，也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他离开了你以后，你摧毁了他人生中美好的想象，他的天空开始变成了黑色，充满着悲伤。那相对于之下呢，哎，这一些他的内心程度，他也下起了雨哦，他的情感呢会不自觉的想起你，就不自觉的一直的落泪哦。原因是什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而且心软的人哦，他会因为你的离开而觉得自己的人生遭受了一些损失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不安全感的人。其实他的占有欲非常的强，他也非常的有嫉妒心，所以他就变成他一直困在跟你之间曾经的过去，然后为你们之间的心碎的经历而悲伤哦。所以呢，他会感到非常的沮丧跟孤单，就是来自于什么？他就会把你的回忆，然后那个痛苦埋藏在心中最深处的位置，他无能为力，他只能承受住，所以某种程度呢，他就会很孤单，然后非常的寂寞。其实他跟别人在一起，他都会觉得那段感情不是他所想要的，因为他最想要的就是你哦。他如果说今天身边有人，他只是为了要排解孤单而寂寞。可是这一边看到的是，他都会被骗，被骗，被骗的能量非常的强哦。所以这一个人的人生确实离开你之后，人生充满了诈骗，或者是他投入另外一个人怀抱，他会被骗。或者是他会陷入人生中的各种困顿，所以这真的蛮像报应牌卡哦。那他会不会期待跟你之间有连结？他不敢想，他不敢想去跟你之间有期待。可是不代表他不要，可是他没有办法有行动。他如果再次的可能跟你之间你们很分手断联很多次，这一次如果再断联，那确实有可能最后一次，他无能为力朝你前进的。他人生已经失去了平衡，他也觉得他人生一败涂地，他承认自己没用了，他失败了，他心碎了，好吗？喜欢我牌卡，记得给我占卜。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记得留言加订阅，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哦。当然，你已经使用的话，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了。每3个月我会提前的公布下一次指定日的占卜免费领取是什么时候，就等你们来领取，就怕你们不来咯。那再来相听跟疗愈你的心，如果这些就是天天更新都没有办法聊满足你的话，记得小额付费加入会员频道可以看到新片。那当然啦，就是想要学占卜术也是在会员频道要用电脑版才看得到加入会员频道的方式哦。那手机只能看，可是它不能加入会员频道。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来看一下呢，你所想要这一个人呢，他跟你分手断联之后呢，或者是他假如跟你断联了之后，那他呢，对于你呢，他会过得，先看他过得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就是离开你之后有没有过得比较好啊，然后最后面再来看一下他对于你呢，有没有想要有期待再次续一下前缘啊，跟你之间展开联络啊，或者是干嘛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他对于你啊，你们两个人之间。好，他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呢，是他所期待的吗？然后他果罗，你们是一个因果业力 karma 你们就是一个因果业力啊，他怎么会开心，怎么会快乐？好不好？来，这两个人有没有手牵着手心连心？其实呢，你跟他之间呢，你离开他之后，来，他就像一个冰淇淋一样倒地了。他被你打败了，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因果业力还蛮强的。那通常有因果业力，通常是孽缘的几率比较大。要是好的缘分都超级少的。那我也说嘛，人生是来受苦的，并不是来享乐的哦。所以这里的牌卡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你们除了有因果业力的关系之外，而导致于你们的关系是分开是正常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一个是一个陶瓷娃娃嘛，可是陶瓷娃娃呢？你看它站在什么上面？它踩着这个冰淇淋，所以这某种程度呢，这张牌卡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威胁。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说他离开你之后，他的人生会被业力纠缠，然后产生一些威胁哦。我也很希望他过得好，可是我这边看确实离开你们，他都过得不好，甚至呢，他会被人家怎样，就是利用弱点，或者是针对于他的弱点，然后去做一些打击他哦，所以他就倒了，也就代表，可是也要小心，你相对于情况不要太相信这个人说的话，因为他正在迷失自己。然后甚至他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你可以远离他一阵子哦。那也确实，他现在都遭受别人的威胁哦。然后甚至呢，他要成为领导者跟欺凌别人是不可能，他应该是被欺凌的那个对象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正在经历一个有人在扭曲事实，而且是毫无根据的去逼他跟威胁他哦。那他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就报应啊。哦，就是因果报应啊，所以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直在呈现这一个业力的打击哦。那这个业力的关系跟你有关吗？没关系，你看其他的牌卡哦，他这边比较像是说，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一直感到内疚，他又回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他人生一直在回避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好消息是说，他在此时此刻，他会良心做一个修正哦。所以，可虽然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委屈的那一个，可是当他得到因果报应的时候，他相对于之下，他就会很清晰的看到了，你跟他之间的命运是相连的。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勇于去承担责任，然后前途一片光明。那也就代表他是有期待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源自于你们两个业力的能量非常非常深，也不是说今天他好走想断就断来，这是来自于呼唤，然后他又在业力牌旁边，就代表他的你们两个人前世今生的缘分，只要你透过呼唤跟冥想，确实你就可以把他给换回来了，因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即使做某些事情，比如好了，砍树的呢，他帮助于树木去做一个正常的往上的发展，那对树来说是一件好事。那就是我们说辛苦的清洁队员，他们是收着垃圾，其实某种程度他们也是在做好事。所以某种程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那你也有特别的使命，你跟他之间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哦。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创造的生活要求不要太高。那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不去尝试自己想要尝试的东西哦。你对他而言，只要透过于呼唤，你的声音越大，相对于之下，你所想要得到的愿望都会实现，因为你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你只要愿意种下那个种子，你其实就能够可以开花哦。有没有讲突破那个土壤，然后可以开花结果？这只是说你现在跟他之间呢，也确实他现在的状态是还蛮需要去努力一下的。那他有没有呼唤你？有啊，因为这里有一个业力牌，他的灵魂正在无意识当中的呼唤着你哦。那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之间就很明显啊，就是亲密关系嘛，那他会想要跟你重新连接，跟你复合，即使你们没有血缘，很像家人一样，可是你会比亲戚更加的紧密，所以你们会升华回成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大于你所想要的东西，因为这是共同的利益。为什么共同利益？他们两个共用一个心脏，这就是利益哦，就是代表他某种程度，除非你跟他有共同利益，那你们两个之间才有机会继续下去哦。所以你们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那种亲密感的同盟关系，可是这不是一种互相依赖，而是一种互相的尊重。那你看到这一个鳄鱼，它其实就是说哈喽，它的身体一半的进来，一半的出去，也就代表它进退两难，它不知道进还是退，可是它卡在了这里，所以就会很明确的告诉于你啊，你跟它之间的感情它是有所犹豫的。那确实它对你有没有期待？它有期待。因为可是他的期待比较相对于要从你身上得到怎么样的毅力的关系哦，所以就代表你们两个人他此时此刻还在了解你，收集你的资讯，他其实某种程度，可是他不是恶意的，而是有一种想要害怕被你拒绝而想要跟你之间真实的连结的能量非常非常强哦，所以即使他断联了，他会想着要如何找到方式去跟你重新的连结，他正在想，可是他有想到吗？没有，可这个人再回来找你，就除了是业力的关系，也有跟利益有关系，所以这个人就是来讨债的，就毋庸置疑啊。如果你喜欢我的牌卡，那你就记得啊，除了给我一个赞，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选项的那种播放清单，然后它就是有那一种报应牌啊，跟前世今生啊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烈哦。所以呢，你要好好看这个牌卡哦，它确实会找你前进，可是它正在一个观察的状态，所以你有点被半监视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哦。那这个世界呢，有非常的多样性等着你敞开。那记得跟这个人如果再次回归，不要对他有偏见哦，那你们两个关系才可以顺顺利利哦。喜欢我牌卡就给我赞，如果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你问题的话，记得留言加订阅，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咨询占卜一次。如果你使用了想要再获得免费的文字占卜的话，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可能每三个月呢将会指定的提前发贴文来告诉于你什么时间可以进行文字的领取哟。所以赶快 follow 起来吧。那再来就是香甜跟心疗愈的心还没有办法满足你，记得小额的付费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新的影片哦。那当然啦，占卜术也在会员频道，那我们明天见哦。